晒胸露背搏到尽，法拉冷笑形情变啊！呢、这个双喜，呢、这个上述啊！约满 TVB 离巢，加盛传同 New Way 大笑分手，难怪寻日出活动晒前又露后咁薄啦。由美国进修翻嚟就即出 show， 仲笑笑口话最近生活有大变化。你话多嘢改变，包唔包括感情状态咧？我知道上个礼拜好似有本杂志都有写过，系咯，都写过。咁睇完之后，我都即刻打电话俾阿薛生。咁我哋两个商量过之后，其实一路我哋对住感情都有个共识嘅，就会觉得我哋两个之间嘅所有事情，我都尽量希望低调。而家薛生咩关系？都系好良好嘅关系。我觉得好难去。三言兩語可以 define 曬兩個人嘅關係，我覺得兩個人真心嘅去相處嘅一段感情，我唔忍心用我把口去 define 佢。仲話而家過得好開心，叫大家唔使擔心啊！